题。木耳盖上拿几个鸡蛋，扣上一个，好，盖上一个，一边一个，中间一个，手上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对吧？那很拿起了电说走，这边几个，这边几个，这两个过去，哎，猜对了，这个盖上过去，这两个盖上过来，这两个。我这里有一个球和一个杯子，把球呢丢到这个杯子当中，摇晃一下给它倒出来。你说球在杯子里还是在我的手里？杯子里。杯子里可没有。手里。打开，这就有了。好，这还不是重点。接下来呢，我这里还有一个玲珑宝塔，打开呢，里面有一个小球，咱们当着大家的面把小球给它倒掉。好，空中抓一把看不见，扔在宝里就会变。打开，球呢，瞬间就回来了。还不会这个魔术的，点我头像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正在魔术教学中。大家好，我这里有一些普通的卡片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好，大家仔细看，卡片就在这个位置，三二，瞬间消失啊。刚才用劲儿太小了，拿这个球进去，一个一个盖上，拿这个球进去，两个两个的盖上，挪两个碗，拿这个球进去，双击六六六。大家好，我这里有一个普通饼干，咬上那么一口。不好吃，瞬间呢它就复原了。好，直接教学。其实呢它这里有一根橡皮筋。好，接下来呢我这里还有一个牛皮纸袋和一个玻璃瓶子，把玻璃瓶子呢放到这个牛皮纸袋当中。好，大家仔细看，给它摇晃摇晃，哎，玻璃瓶子瞬间消失不见。还不会这个魔术的，点我头像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正在魔术教学中。大家好，仔细看，我这里呢有一个打乱的魔方，给它摇晃一下，打乱的魔方瞬间呢就复原了。好，这还不是重点。好，仔细看，重点是我这里呢还有一个没有包装的口香糖，摇晃一下瞬间变成绿箭，绿箭不喜欢吃，只需要轻轻丢到手中，瞬间呢就变成了益达。老铁们，点亮上方红心，点亮加号，进入我的直播间，正在魔术大揭秘。